看一个出售的房子，草坪打理得很干净，种了很多花花，一颗鸡蛋花，两颗。这两个厅是通的，一个学习间。一个8人的餐桌，一边厨房，到2楼看一下。2楼呢有3个房间，不是很不错啊，一个衣帽间。卫生间，边第二个房间，看一下窗外。这个板凳可以挡阳光一点。看第三个房间，一个衣柜。这边房子后面的。